光是10000块钱，他直接请收一下，他给您一个纸袋，谢谢您哦。民众一早来排队，就是为了要兑换红彤彤的百元全新钞票，让新年红包好看又不失礼。前天来就还没有换呢，他跟我讲16号开始，所以我今天就现在赶快来。主要的话，100元的话是如果包给小朋友或者是长辈，都红色比较讨喜。民众为了新年红包年年来排队，国内八大行库也从16号开始5个营业日提供兑钞服务。要注意的是，100元纸钞每人限换100张，500元纸钞限换20张，1000元以及200元钞票只提供一定数量，换完为止。前三天的部分就是比较尖峰的时段，那尤其是如果是中午的时间的话，就算是过了这5天 ，ATM 里面的新钞如果还有的话，其实大家还是可以透过 ATM 去做领取。在兑换新钞之前，也要注意需要先写申请单，用现金或存折都可以直接兑换。金鼠年要新气象，动作可要加快了。